人家正好是从这边出来的。神教正陀是从这里出来。他刚刚看到放鞭炮，真的是跟正陀有关系。原来放烟火的地方就是跟正陀有关系。哦，早上六点出发嘞，现在已经快八点了，八点嘞，晚上八点嘞。哦，在家里的南边。原来神教正陀是走这边了。